疼惜国家台湾，追求司法正义，昨日用六礼拜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兄弟姊妹，早前先知阿摩斯安尼讲，道德要予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；予公义，亲像长流的江河。这个时阵，我要邀请咱所有人，把咱的手册拿出来。咱的行动手册第五页，关。咱要用这首诗歌，为着台湾，为着阿扁总统来祈祷。人望伫这块土地顶面有公平正义，这块土地顶面无够忧伤，无够怂恿。我要请咱所有的人来当徛起来，人，请咱拢从徛起来，吟这首歌，为这块土地诚心来祈祷。是咱为着台湾这块土地祈祷，为着阿扁总统祈祷，咱们续接继续来请咱的主要信兄弟音乐乐团继续来伫这个所在，带咱做音乐的礼拜。